你好，下午的4:53，台北美食社长晚餐啊，社长啊，早中午呢，就是在大同拿药的时候，大同军卫诊所拿药，顺便到区公所对面隔壁哈、啊，叫了一个便当。社长大部分都吃素菜，叫个黄瓜、苦瓜啊、笋丝，还有高丽菜，这一半碗的饭，通通加起来就是55块钱啊，社长吃的很简单，都是吃青菜，55块钱啊。平常就吃便宜一点。社长昨天买了一本餐券3500，虽然是台南公司的，每次用一张，但是呢，我决定说在台南吃的午餐，各位你们要了解，台南吃的这个午餐啊，餐券，我都只有吃一个青菜。还有一个蔬菜，就是这么吃，其他的我也都没有吃。好，这就是台北美食社长午餐的报道。啊，这台北美食社长午餐的报道。礼拜天在大吃大喝，礼拜天因为有个人，红葡萄核心过生日，我订了2500块的菜，去好好吃一顿啊。